母猪说请辞，吴敦义说不可能，网络声量已反过来。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日前母猪说，引发民进党猛烈炮火批评。国民党多位候选人也都认为吴敦义发言不当，虽然吴敦义日前道歉，但仍有不少国民党支持者希望吴敦义下台负责。不可能，我跟你讲，绝大多数的网络的声量现在已经反过来这边了。如果要比照他的轻跟重，你认为黄俊英被冤枉用假造的走路工让他输1114票然后郁郁而死，难道这个是比较轻吗？还是我讲他只不过是跟他说不是这般的，而且不是公开的场合，那我觉得我那个形容词是失言了，我已经道歉了。话锋一转，吴敦义强调希望这些都忘掉，现在要注意的是奥博不能再出现了。我觉得选举的任何奥布通通不要，因为这是真正摧残民主，只有不公不平的选举奥布台南这个才不对，而且是严重的摧残民主。但是如果有一点点失言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失言过，所以我道歉好多次。这是中心，我也自己鞠躬道歉了，请大家可以放手吧。报道。